天生我也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在希望中欢呼，在苦难中坚持。赵爽的这个才艺是加分的，你本来是学的这个专业，又想做新媒体，这一瞬间把你的文案功底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又是加分项。所以你预测可以给他多少钱一个月吗？这样的姑娘也别五千了，我觉得起码八千块钱。我是法国梦泉的贺东东，那我想告诉你，我是做女性美妆美 化妆品品牌的，但其实我骨子里做的是女性的教育，我特别懂你，我也是我妈妈的宝，我妈妈吃尽了很多苦把我培养出来的，我知道我以我自己努力和强大是对所有人最好的回击，更多的是让我妈妈安心和踏实。赵爽，我特别懂你。赵爽是这样哈，其实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一直团支部书记，我觉得我们俩身上有共同特质，特别相似，所以我真的希望待会儿能够多关注我一下。